皮舌病。道罪业是肺鼻病，回五戒业则由五脏五根病起，夜泻乃。二，持戒故病。若今生持戒，以动业成病，故云：若有重罪，头痛得除，因地狱重受，人中清常，此是业欲泄，故病也。修行备忘录。一，学佛之人必须心存慈悲，致力于利益众生的工作。在《菩萨地持经》中记述了十一种利益众生的方法。一，众生所作诸饶益事，悉与为伴。二，对已病、未病及看护病者等众生，悉与为伴。三，为诸众生说世间、出世间法，或以方便令得智慧。四，凡事要知恩报恩，常怀感恩之心。五，见众生有种种恐怖，悉能救护。若有丧失亲属、财物诸难，能为开解，令远离忧恼。六，见众生贫穷匮乏，悉能给予所需之物。七，德行具足，正受医治，如法待众。八，对众生软语安慰，随时往返，施给饮食，说世间善语等，众生安定者，皆悉随顺；不安者，皆悉远离。九，对有实德者，赞叹欢喜。十，对有犯过恶者，慈心呵责，折服拔处，使其悔改。十一，以种种力示现恶道，令众生畏厌众恶，奉修佛法，欢喜信乐，生喜有心。二，在《法华经》中皆是善人有实相，学法修行之人应视为学习目标，则学佛必大有进进。善人之相为：一、立根，智慧明了，多闻强识，求佛道的人。二，执善，曾见百千佛植诸善根，身心坚固的人。三，修慈，精进常修慈心，不惜生命的人。四，
恭敬，一心恭敬无二，离诸凡愚，独处山泽的人。五，舍恶亲善，舍恶之事亲近善友的人。六，持戒如珠，持戒亲近如大明珠，求大乘经的人。七，直直敬佛，直直柔软无嗔，常悯一切，恭敬诸佛的人。八，譬喻说法，在大众之中，以清净心譬喻言辞，说种种因缘而无碍的人。九，四方求法，为一切智四方求法，合掌顶受，乐于受持大乘经典的人。十，顶受专修，至心求经，如求佛舍利，得以顶受专修，不复至求于经，乃至无念外道之典籍的人。三，在佛典《无量寿经》一书等书中指出，有三种恶念对修行者危害甚大，必须消除，在佛教里称为三想、三恶想、三不善想。一，欲想，欲有希求占有之意，凡夫对人物名誉等等生起贪欲之念。二，嗔恚想，凡夫对不如意的人事物常起嗔恨恚怒之心。三，杀害想，凡夫对恼怒的人常起杀灭或谋害之想。人若不贪名利，就不会有欲觉，不恼众生，就不会生慧觉，不损物命，则不生害觉。所以三觉不生，三想也就灭绝了。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佛要我们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就要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生命电视桃园中立中心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全大供，恭请占领法师主法，日期2月23号星期日上午9点，下午礼拜药师宝忏寄护生，地点桃园中立中心，地址桃园市中立区环北路400号15楼之一，联络电话03422888806，03422888806，上午7点半至8点半于中立火车站北街有接驳车，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电牌位供大众书写。生命电视澎湖中心举办八关斋戒暨离岛慈悲行，恭请暂时法师主法，日期2月28号星期五至3月2号星期一，共4天。2月28号星期五离岛慈悲行，2月29号星期六离岛慈悲行，3月1号星期日上午5点护生，9点传授八关斋戒，下午礼拜衔接千佛弘明宝忏，地点澎湖中心，地址澎湖县马公市新民路136号。3月2号星期一上午5点护生，9点恭送药师经，下午离岛慈悲行，地点澎湖中心，地址澎湖县马公市新民路136号，联络电话06-921-6397，06-921-6397。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请至中心填写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